和麦冬阴润肺有清新，北沙参麦冬天冬。博士准备考博士的这一段，我准备考一下博士的这个中医内科学这一块。当时呢，高校长在这事上很谨慎，也是认为年龄大了，万一出现了意外，三年白培养，毕不了业怎么办？当时他就说，你看看走正规的手续，该需要哪一些步骤要走。年轻人他有他的优势，你已经没有了，没有怎么办？咱就想老年人的办法，牛慢早套车，早起一点，晚睡一点，这个中间甚至吃饭的时候你也得看一看，因为这时候脑子还行，还能够这个学习一些东西，用于咱未来的一些事业。就是说要活到老学到老，Never too old to learn.